各位，您注意看。徐志伟，别跟你走在走，犯罪了，但是我的叔叔啊，下面不一样了，我先处理你哦，个人跟王丽的，我对对。对这两个死囡仔竟然敢偷录音，根本就是设计好要来搞我创空的嘛！校长，你针对这段影片有啥物要讲？处长、委员啊，这段影片真明显是让人剪接过，是超工要搞我抹黑啊！啊，是因为那两个学生哦，先对我动手，我为了要保护家己，不得已才会对你动手的啦。这影片拢录得真清楚啊，学生啊，你拍到弄到刀啊才拔刀。你看起来啊，不是不得已，根本啊是私人情事啦。而且啊，就算讲学生啊真正对你动手，你嘛袂使出手啊。这啊，不是处罚过当啊，而且已经是故意伤害。你啊，唔啦对学生啊使用暴力啊，还佫有一件更严重的代志。这小阿淡薄仔性命啦，请你先收下来。啊，明仔载教评会会议上啊，就麻烦处掉，多多替我讲几句好话。可是讲明仔载若是当顺利过关，应该会后下，我咪马上送去你办公室。那安尼我先点遮，多谢处掉。张阿妈，校长提钱想要甲我学习啊，就是为着今日教评会当顺利过关。不过啊，校长真歹势。我无接受乌西啦，而且啊，你昨昏提我的钱哦，我嘛拢交予有关单位处理啊。所以昨你所讲的拢是咧骗我，你自头到尾拢是咧搞演戏，你是安怎要来陷害我？校长，你对学生啊不当使用暴力，已经严重违反教师法，佫想要乌西教育部的官员啊，嘛触犯行贿罪。我认为啊，你无资格阁继续做校长。啊，三个委员，恁的意思？我嘛同意处长的意思。校长，阮委员全部通过。为即马开始啊，你袂当阁做甲教育有关的职务员，而且阁嘛是马上通报，你袂当阁做老师。啊，阁你校长的职务啊，马上解除。处长，处长啊！这段影片是学生调工录起来，要来设计我。你袂当因为这段影片就破坏有罪啊！你这个啊，使用暴力的校长啊，影片录得遐清楚啊，你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放手啊！处长啊，你袂当安尼做啦。若无以后，我是要哪在教育界继续行去？我拜托你，你阁考虑一下好无啦？你阁唔放手哦，我要叫警察啊！你。我跟你无完无休啦！你想要害我啊？像你这款啊，会对学生啊乌白来粪扫老师啊，袂当阁你待在教育界，五人组队，你敢放弃我？你有苦来我听嘞！既然我骂我是粪扫，你想要甲我毁掉，那呢，我嘛袂让你乌白啦！你靠我！你这个狗！给我放开！放开啦！你既然敢阿起脚动手，我宁愿阿告到死，告到你一无所有！来啦！没事哦，我要托你做的事啦！你这不守国文，放开！啊啊啊！雅姐啊，我真就唔甘愿的啦！我知影是遐好心陷害你的。啊！不过你莫这么激动，激动无法度解决问题啊！我已经联络律师啊，伊即马在了解情形，我相信真紧就当甲你报出去吼。啊，就唔那是这个问题尔尔，即马我的身躯顶哦，佫加派一条乌色教育部官员的罪名呢。这明明就是陈亮是叫我安尼做的啊，若无我家己嘛袂补这条出来。你赶紧过来，我要问清楚啦。
我嘛有一直打电话给伊啊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不接电话，我甲你同款找无伊啊。敢讲真正是陈忠信，伊超敢要失去陷害我？爸咪是安尼啦，进前妈都一直甲恁两个提醒啊。陈忠信伊根本就是鬼，不是人，伊的话袂听字。对伊来讲，恁是落好家的人呢，迄都等于是伊的敌人。伊看袂得恁两个会当落这，伊哪有可能出手甲恁斗相共啦？好啊，妈。我现在已经很烦了，你别再念了好不好啦？董俊，李阿姐，不管了，欠我这钱啊，你一定要赶紧给我拨出去。陈忠信害我失去一切，我也不会好好吃饭的。律师，阮董俊已经交保未？我多了解完状况，对方已经提出伤害告诉，到时咱去地检署办交保，回完庭就会当。明明就是那个粪扫官员，跟陈忠信联手起来设计陷害我呢！伊竟然还敢来面告我，伊是凭啥？我不服啊！我来找伊理论，讨一个公道回来。董俊，你都当兵啊？你律师讲你还去地检署啦？你我管他什么地检署啊！为着我的未来，拢有勇气啊，无差这条啦！你莫阻挡我，我来找伊算账。董俊，给我放开啦！董俊，莫阻挡我。董俊。你若是搁继续闹，我就给你追加一条妨碍公务罪。我即马就先给你关一边，让你冷静一下。给我放开！董俊，董俊啊！董俊，哥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做歹人明明都是因的，是安怎样关系我？这无公平！我的未来拢让伊毁掉啊！伊煞毋免付出任何的代价，我毋甘愿，我绝对袂放伊煞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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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袂让你辛苦边，我嘛想办法，赶紧甲你抱出去哈！会当请伊离开啊！我知影我的要求真无理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董俊义。无西教育部的官员啊，甲人拍着伤，即摆予人关到要警察局，啊，迄个曾处长，佮要故意伤害着我。恁来知？我即摆在对付陈忠信，所有甲伊有关系代志，我拢清清楚楚了。迄个曾处长一定。就是甲陈忠信串通好势，要乌坎给董俊钓。啊，董俊煞安尼戆戆跳入去，这物价呢，三条溪水就洗袂清。那恁先生，我较早甲我讲，是嘞，是阮看唔着人，而且我嘛无应该对你讲出遮尼恶意的话。你敢袂当手洗牙关，原谅阮好不好？应该会是那个人，不是我，是迄个曾处长。态度都要较软个，安尼就算讲到时阵，迄个曾处长无要原谅董俊，迄个官也会当从轻量刑啊。都不是关系的问题，是董俊的未来乌有去啊，只有你才会当救伊。我是有啥物立场会当救伊？六点就注定爱失败。即马当在关键的时阵，我袂当犯这款错误。
望这阿东春是我的性命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，快用拍落去地下，一世人拢爬袂起来。你敢知影？伊拄才伫警察局，互人扣手铐，关起来时阵，伊规个人拢放弃啊！我的心嘛在咧脆咕咕。我知影，话题即马大家拢知影。我唔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所以伊就想要利用即届机会，甲阮蔡国立，卖予东俊，去连累着你，对无？是你家己的心魔造成你的想法这么偏激啦！杨姐，你家己嘛真清楚啊，这三十几年来，我是安怎疼惜你，安怎保护你的？家风安全有诶，你拢有呢。阿姆哥，你说的因为你知影你的心神以后，你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安尼大细心，你一直在怀疑我，讲我是不是无要管你啦？你安尼做，真叫我感觉讲，我这三十几年来是白疼你啊！我这点头。敢不敢是我？我白白叫你三十几年的爸爸，看来你对查某囝的爱，就只有安尼尔，安尼一点点尔。我今仔才知影，我根本无应该走这桩。我不应该对你有暗望，我不应该希望你再跟我斗三工，因为你根本都做袂到。从今麦开始，我袂阁要求你做任何代志啊，因为我家己的红线，我家己救。你先讲我做袂到，即马只要有任何人愿意甲东俊斗相共，卖互伊食官司，卖互伊身败名裂，我都甲手头5%伊永兴集团的股份送伊。罗雅姐，我毋是罗雅姐，我只是互你放杀的。这条小出来，老姐，你还管刘爸爸？为着要甲人徛起，我的心肝，我的手段。